心情兴奋的雪貂妈妈咬住主人手指，狂邀请他看看自己的宝宝多可爱。每一位雪貂妈妈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雪貂宝宝在刚出生的几周里没有听觉、视觉，所有的一切都要依靠妈妈。雪貂妈妈可以清楚地判断自己生下了几个宝宝，不会漏掉一个孩子。这只刚生下宝宝不久，雪貂妈妈非常热情地邀请主人一起来分享新生命的喜悦，这画面太温馨了。雪貂妈妈用嘴巴拉住主人的手指，想要告诉主人自己的小宝宝有多么可爱。看到主人的手指离开，他竟然再次拉住主人的手指来到宝宝中间。来看看这段可爱的影片。雪貂妈妈一定是看到自己的小宝贝激动得不得了，所以非常想要分享自己的快乐。这位伟大的妈妈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如果你也被这样的雪貂妈妈感动了，赶快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。